这个人好像是严家，是严家吗？哎，严家，严家，哎，你怎么又来到这里了？还没回去吗？还没有，上次不是答应小朋友给他们买些吃的吗？嗯。刚才去找你们，你们没在，所以就找到这边来了。你客气了。啊。这么客气的。弟弟。嗯。累了吧？累。快放下休息一下吧，我看着都心疼。还带着个小朋友，我刚刚还以为不是你们呢，怕认错了。没有，我们刚刚在那边砍柴过来，走吧，等会儿就下雨了。好，要不小朋友给我抱吧。没事，没关系，走吧。那好吧，走吧。小树哥。你还没吃饭吧？那个，我等一下煮腊肉给你吃。我们这边的，腊肉很香。不用了，杨江，我就是过来看一下你们，我就走了。你不用嫌弃我们呀？没有没有。妹妹，让我帮你吗？没事，不用。妹妹的眼睛这是怎么了？就是刚刚在那边被蚊子咬了吧？哦。没关系的。走啦，妹妹，走啦。在这边吃吧，等一下哈，那我给你吃。那好吧，又打扰你们了。你不嫌弃就好了，没事。这是啥？这是我给小朋友买的。哦。是。你怎么买东西了呀？没有没有，就买了一点点。这边超市也没多少东西，就买了这些。啊。让你们泡废了。哎，没事。我们自己都有吃个腊肉也没啥的哈。没事，阿俊，现在我们认识了，都是朋友了，下次你过来玩就可以了。好的。嗯。就不用带东西了，太客气了。又没带什么东西。弄得不好意思了。哪有呢？朱贵，你没到哦。架子上现在都是空的，你还是走吧。赛罗之后。看见你了，妹妹。嘿。哎呀，你这个眼睛。妹妹。洗好了就可以拿去煮了，是吧？嗯。先垫着吧，马上就好了。哦，可以。妹妹要吃吗？好。给妹妹吃一点。先拿着吧，等一下您。哦，有点烫。嗯。妹妹要吃吗？有点烫。妹妹过来。来吧，我自己来吧。谢谢。你们也吃吧。我也吃了，可以。马上你先吃着吧。妹妹要吃饭吗？我再给你添点饭吧，好吧。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再还有。不要客气哈。我自己来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是一直住在这边的吗？过来已经有2年多了，说了话长。什么知道的吗？来，我自己养，我自己的。我自己养。我这么的。你弄着啊，你弄着。